嘿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继续进行我们的 Realm Total War Barbarian Invasion 的战役系列。我们还在围攻这个 Colonia Agrippania 这样子。我们有两队人马，算是吧。对，反正我们要这边想办法拿下这座城，然后真的 establish，就是建立一个不错的那个。对，这边现在守军也非常多。哦，不是你啊，在点城市。现在这边驻军非常多，所以不是省油的灯。虽然里面单位都是垃圾啊，对吧、啊？都是一般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有些叛军，我是因为有点担心他们要干嘛，但是也没办法说啥，就是做啥。对，基本上我们都一样。我们就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盖的吧。这个 guide hall 是蛮重要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钱？收入多少？千八七二，或许我们不该盖东西的。这边是首都嘛？哦，那我们其实在等那个 public growth 而已，现在也快差不多了哈。对，很快就要有6000的人可以升到下一阶级。Adding Abracan 也是差不多吧。哦好，弄个 public bath。强化一下秩序，干净点的话，秩序也好起来了。那这边当然是要盖农田。好，按错了。OK，好，下一回合我们应该会拿下 Colonia Agrippania，就是一个那个吧，该怎么说，应该是殖民地的感觉，一个名字啊。OK，那他们没有反对我们的攻击，啊，死掉了。可恶，好吧，Abercorn 成长，那哦，The Rest，他在哪里？The Rest，他是还不错的，对啊，我只是好奇他在哪里。哦，OK，他是我们的 leader，OK，只是他将领没那么多，人没有那么多啊，把这家伙赶走好吗？啊，算了，你就参与攻城啊。他身上带的都是那个佣兵，所以不查。好，果然赶走就好。好，应该可以攻击啊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有援军，应该可以自动吧？我看一下他什么。对，他们被我们饿很久了，所以。自动吧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好了，不要乱玩。OK，we get the city。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需要有钱，但是算我 argue 吧就好了。OK，我们损失蛮多的嘛，其实那个 Galasort，别再跑了，这边有什么？别跑了吧。OK，死了。你吗？算了，就是附近吧。吓死我了。就好好重训。哦，Galasort 没办法。算了，反正就全部重训吧。能多少是多少。营造。Tavern 优先，需要公共秩序这里。OK，希望能保住一下我们的状况。这是 Saxons。问号是萨克森人们在打仗，有没有在跟那个打？Let me see，不是这里，也不是这里，这个吗？哦，对。我看一下萨克森有没有在打人，没有，他就打 rebel 而已。他匈奴倒是在打蛮多东西的，哥德人也在处理西罗马，汪达尔在打东罗马。OK，法兰克还有一个 ally，哼，萨珊在对东罗马，波波人也跟我一样。OK。
反正我们就先处理我们的对手吧。这边应该是一样吧？对，一样一堆垃圾，coming Dantes，是需要蛮多的那个的啦。我们就尽量不要乱走，这样子啦。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个，七个啦，讲错了。好啦，这个 Samoria 这是没办法管的，所以说我们就去 Camp Freeze，只看到一个单位而已。Who knows where we would be next？我突然觉得他应该要跟着我们进来。和我们一起参战。应该能加入吧？有，OK。公共资源上可以，OK，收入可以维持住。What the fuck？这是什么？A rebel army，就一堆 spearmen 而已。我这边只有这个而已，不好过，不好过。哎，等等再说吧，真的很烦哎，这个叛军。我们得先处理好这里一个城市的问题，就是。对吧？顺便修这个城墙。啊，忘记他了！天哪，I forget him。然后他还是没找到那个城市，我的天啊！城市那么难找，干什么？好了，算了。哼，不会这边丢降临吗？算了，反正不管，赶快走。去，Oh shit！就他自己一个人。Shit，这真的不是很好的时机。他要什么？Trait Christian Superior Attacker Inferior Command，好吧，他不算是很强的家伙而已。But my，我觉得他也没有很好。Should we do？啊，知道，leave leave leave，啊，跑到船上，是很神奇的，好，OK，好吧，反正他逃过去了，哎，我觉得他打不过去，然后我没办法撤退，真是尴尬，好，反正不管怎样，我们往前吧。又是一个城市，又是一个队伍。这时候用 bribe 绝对不是很好的选择。一些基本单位，一些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什么？哦，herdman，OK，就是骑兵啦，对吧？唉，这边到处都是西罗马，西罗马，西罗马。你又是什么？一队人。Join his aid。我到底能不能救 Galasort？觉得应该不行，对吧？应该不行。啊，但是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败掉。按错了。又来了。OK，每次这只手按到都会很烦。OK，好，回复。我们真的必须要在这边先处理好经济秩序问题，下回 Terran 就会好了。
好吧。这个 diplomat，这边有些叛军，他谁呀、啊？哎，这个城市感觉算是有价值吧，这个大市场。不过我也许应该先拿小城。OK，一个将领，还有一些 Limitani，还有那个叫什么 Commandante，对 Commandante，对，想有时候想他们的名字都要花点时间。这边贸易不是很好。OK，这边可以用 Gallagrasses，所以我只要盖这个，我就可以拿回一些东西来，这样子。在 Rebel 就不会做事的，就是一直卡在那里等我们而已。对，而且 Abercorn 刚才升级了嘛。哎，好吧，这一定得盖的，不然他没办法升级。我需要更好的城市。我在想，我出去能管好秩序吗？算了，但我们一定得消灭那边的叛军。对啊，我们就到这里。哇哦！I mean, why? 我没有 reinforcement. No. How? Wait. 这样总有了吧？好，我们战斗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觉得这场应该要打起来。我应该要开个字幕的。Yes, our enemy will be doomed. 然后我们的那个伙伴从哪里来？我们这样可打不过啦，我们需要更多单位。OK，好吧，搜不到哦。OK，他们进来了，就在那里。我们一定要干掉这叛军，不然我们的道路永远都没办法走。这样子吧。Spear Warband，Who are they？Spear Warband 跟 Peasant。OK，按两下是有用的。不是不是，为什么我没办法？不会吧？你跟我说我没办法控制他们？玩到 AI 了吗？算了，kill 他们，杀了他们。对，杀死这些叛贼。They don't deserve it. Kill them all. Man, fight. 可怜哦，我很怕将领在这边死诶，但是好，应该还好啦。Slaughterland，快过来啊！你这些白痴。OK，敌人的将领跑掉了，攻击，可怜哦，很好，我们的人很强。Ouch. OK，赢了。好，没有播出来。我其实蛮喜欢那个音乐的啊，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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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的感觉。Victory，OK，好，你等下赶快回去。然后你，结果没办法直接操控。What the fuck？他好像要直接攻过来。
这边有艘船。哦，它上面真的有载人！我天啊，它想要打我！哎，想不到啊，你们竟然想要攻击我！真是太可恶了！看来我们会跟萨克森有很长期的战争哈。哎，这边的秩序真的要管好。不是你啦。多点骑兵不是坏事。我看还真不爽，好吧，我想也是，哎，反正我需要做大臣就对了，这样才可以直接守住一些东西。啊，对，我们别忘记我们的 diplomat。哦，没事，他走完了，Celtic diplomat。OK，这是萨克森人想要攻击 Abercom，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They will not do it。其实我们有 cavalry superiority，所以我想应该还好啦。但是他要来，应该会先围城。哦，好吧。嗯，就那个上面，哦，果然 Saxon 来了。OK，该死的家伙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敌人了。OK。What kind of army he has? OK，其实跟萨克森人打也不是件坏事啊，因为他们有不错的单位，那是城市啊，讲错了，城市。对，我们得把 Galasso 运回去。因为我们得让他补给。OK，你参与防御。Kill them all。OK，我们有 reinforcement。哦，好，这边可以改，真的太好了。OK，不要。我们得打这场仗。他们也没多好，就是 Saxon Keel 跟 Levy Spearman，OK，、okay、他们两个将领，他算黑哦，他是武器是重武器哦，看起来还好。OK，Let's、okay, kill these traitorous bastards，就这个 Warlord，好了，来吧，想不到今天有两场战斗得打。对吧？萨克逊人赶走，不能让他们侵入我们的不列颠。不列颠半岛不能被蛮族入侵，我是说被奇怪的家伙入侵。对呀，doomed for the enemy。OK，好，管他那么多，doomed to the enemy。我的盟友会从哪里来？还是不知道？为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啊？OK，Let me see where are they？哦，那个方向哦，不是很好。哦，他们走超慢的，或许我们应该等他们来，对吧、啊？伙伴们，来！OK，不要正面跟他们冲，我们等我们的部队到来。他说走进来，为什么我不能操控？
我应该有命令他们要，我们应该有调成要给我自己给我操作吧？不要，不要告诉我你不能让我操作诶。哦，天哪，他不打算让我操作。哦，这么怎么打啦？哎，好了，我们等我们的 A，等我们的 AI 伙伴往前走，我们再说。OK，我的伙伴向敌人进发中。我原本想要交给我自己控制的，结果他们搞给我搞这名堂。而且他们已经是用走的，我都已经开加速，他们还走这么慢。OK，看他们怎么走吧，看状况再跟上去。怎么又是先对我啦？放。这对是什么？这是哦，Labby Spearman 吧，看起来像是 Labby Spearman。这对又是什么？哦，OK，这是哦，这是对，那是那个 Saxon Knees。哦，天啊，他们被惨虐！天啊，给我控制过来呀，你们这些家伙！啊！哦，这些白痴！为什么刚才 AI 不给我控制啦？我有办法控制全部军队，我就不会输了，因为他们 AI 真的很蠢。OK。唉，看他们怎么打吧。他们能赢，我相信，但是我要操控啊。唉，好，现在算是一个将领。他们应该能赢啦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们赢了。天哪！对啊，他们死了。这其实感觉超奇怪，就像在看那个对决一样。好了，反正看他们打，也不差。OK，这边还有一堆的负隅抵抗。完了，错了，天哪，这里啊，在追吗？有，因为他们还没丧失士气。看一下，我靠，他被杀死了！我的天哪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哦，天啊，就只能看 Chariot 怎么做啊？还有 Pettish Spearman 啊，对吧？Pettish Spearman 应该也干得不错。哇，跑了！我天呐，如果他们给我们控制，就不会这么惨了。输了啦，对啊，输了啦。Quit battle。为什么不给我控制呢？这下我们死两个将领哦。我看明就调整啦。是真的不能给我控制吗？哎，这下他们拿城市了，对，Abercorn 是他们的了，也没有诶，好吧。看，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将领回去。哎，就回去吧，准备去
自判断。我说自入侵才对。哎，我们战役都在这，真的是很烦。Incursion of the damn enemies。哎，可恶！你甚至说城市有城墙就好了。他们剩下什么？两队将军，跟一队 Neo Kill。哎，他们拿下了，真是烦哎！哇，他们还把我船挡住了。让开一点。哦，我们刚好有 superiority。攻击他们！What the fuck？他们很强的强。我们需要船啊！别闹了。好，我们得赶快回去救，结果就一直出现这些问题。哦，好吧，先给我点资讯。这张真的很烦。啊，他们一直来找我烦，找我的。OK，快登录，从这边吧。避免这样被杀吧。等下再让他们跟上，超烦的啦。你去回去补给吧。他是补十点单位了。看见好奇怪，一个人头。我都已经派这么多人，才可以这样补。这边的士气真的不好，我是说那个秩序真不好管。哎，谁叫我们跟那个国家脱节太久啊，跟这里脱节太久啊。然后我的 diplomat，对，希望他可以去 Saxon 吧，帮我解决这场无聊的战争。虽然我觉得意义不大，report surpass，伦敦女演员又涨了哈。